最近吉星出租演唱的这首《暮色回响》刷爆全网，各路大神相继翻唱。今天一口气带你听完演唱最好听的几个版本，最后一位直接封神。第一位原唱吉星出租。他也许在最后的地点，在你的身边，在你的梦里，如果看见他经历爱吧，是我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，刚才我们对彼此都放心不下，就算一阵风一遍一个眼神的触碰都好啊。第二位李承铉与张碧晨。他也许在最后的地点，在你的身边，在你的梦里，如果看见他经历爱吧，是我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，看在我们对彼此都放心不下，就算一阵风一片叶一个眼神的触碰都好啊。第三位陆二洛。他也许在最后的地点，在你的身边，在你的梦里，如果看见他请别害怕，是我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，看在我们对彼此都放心不下，就算一阵风一片叶一个眼神的触碰都好啊。第四位保安小胖。他也许在最后的地点，在你的身边，在你的梦魇，如果看见他请别害怕，是我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，看在我们对彼此都放心不下。插播一句，我给大家把喜欢的歌单整理在汽水音乐了，铁铁们可以点击作品左下角下载汽水音乐来听我的歌单。第五位小三金。他也许在最后的地点，在你的身边，在你的梦魇，如果看见他请别害怕，是啊，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，看在我们对彼此都放心不下，就算一阵风一片叶一个眼神的触碰都好。第六位胖超。他也许在最后的地点，在你的身边，在你的梦魇，如果看见他请别害怕，是啊，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，安在我们的停吧停吧，你这个空灵感就一点唱不出来，你就差这一点你唱不出来，你怎么才能唱出来？我是个酒店。他也许在最后的地点，在你的身边，在你的梦魇，如果看见他请别害怕，第七位爱唱歌的陶妈妈。他也许在最后的地点，在你的身边，